喂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能过吗？道哲，好吧，重来。嘿，我赢了，我六个车一个车都没留，居然赢了，嘿嘿。哎，我好像又赢了，好像六个车又一个都没留，高手。好吧，重来。哎，这个跳跳，哎，这跳跳，你干嘛呢？跳跳，这完了，这4杠4，我死了好多次了。完了，下面又死了。我。这就是1杠6吗？哎，这村干你在啃嘛呢？这村干，你，哎，你看这里3个植物合在一起，还长在墓碑上，牛不牛？喂！哎，这跳跳哪来的？这跳跳，哎，赢了！作者，来谈谈人生吧。这个是人玩的吗？不是，这是给鬼玩的。你还能拦球，蔡徐坤，我讨厌你，蔡徐坤，我最讨厌蔡徐坤了。